Dozen. Thank you. You guys know that everyone loves you in Hong Kong, right? I love you. I love you. 多謝大家的支持，多謝大家聽我哋嘅音樂，多謝所有 DJ 朋友播我哋嘅歌，亦都多謝投票嘅朋友。我諗我自己啦，其實嚟咗香港一段時間，真係頭先我喺台上面講嘅，我真係好介意好，因為我好中意呢個地方，我好愛香港，我好希望可以真係能夠代表到香港做一個香港嘅歌手。咁我覺得今日能夠攞到女歌手金獎，就係、是認證咗呢一件事，所以係特別大感覺，特別大感觸嘅。亦都是一個推動力，告訴自己聽我要繼續努力，因為其實我有還有很多東西想繼續學，還有很多東西想繼續嘗試，還有很多東西要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希望繼續以一個香港女歌手鄭欣宜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。你會不會都希望之後的報道都變成叫藝人鄭欣宜變成歌手？嗱，記得啦，歌手香港女歌手鄭欣宜。多謝。Joyce 今次攞到兩個女歌手，都攞到，你係咪 out of your expectation？ 梗係啦！見到台上面嘅反應就完全覺得你好似係好興奮。我仲掛住喺度吹水，同你係嘛？係咪同你講緊嘢啊？宣布我最喜愛，係啦係啦，唔知講緊咩。突然之間就開始喊啦，你聽到？你見證住佢喊。我見到啊，我覺得好 touch， 因為我知佢一直都好努力，同埋即係搭上呢個台係真係一個好難嘅事，即係個個。想想有多少個獎，有這麼多歌手，所以其實我們要好好珍惜每個機會，因為我自己，其實我自己個人不叻，我又不是很懂去娛樂，但是我自己喜歡一件事，就是喜歡寫歌，喜歡唱歌，喜歡音樂，那繼續堅持，慢慢就這一年就好好彩，就有些人開始真的留意何韻詩的音樂，那所以其實我們所有的東西我們做是值得的。你就是用你的音樂跟大家說話咯。沒錯，嗯，沒錯。初時咪見到Matt攞埋獎咧，即自己都仲喊得再勁啲咁樣。梗係啦，我好開心Matt。我頭先咧坐車 on the way 嚟嘅時候咧，我啱啱先諗緊，哇！十年前我同阿 Matt 同 Alfred 第一年一齊參加叱咤呢一個頒獎禮，都係新人。而當年嘅新力軍金銀銅就係我哋三個。跟住其實我哋三個有一個少少嘅約定嘅。就是希望有一日可以再次三個一起上台去得，即係去攞獎，去大家一起去慶祝我哋嘅大家嘅好。咁但係好似每一年都啊一個有一個冇，一個有一個冇咁樣。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嘅開始。我哋等埋 Alfred 再嚟，繼續加油。頭先 Alfred 都好激動。佢成個我未見過佢咁樣噶，佢激動過我啊！佢喊嘅程度好似我攞唔到獎咁啊！It's cute， 佢當年攞獎我都係喊到咁，好勇敢啊！真係，係咯。我諗當你真係錫一個人嘅時候，佢嘅快樂係會開心過自己嘅快樂咯。Yeah， so 你個 friendship 係真係好 ，It's real love，It's real love。你會唔會諗定點樣慶？我好似翻屋企就即刻寫多啲歌俾鄭欣宜，會寫歌鄭欣宜一定會寫過。咁但係即係好似欣宜都話，我哋慶祝就係唔好鬆懈咯，因為即係呢一年即係雖然對我嚟講即係一個大豐收嘅一年啦，咁但係就唔可以鬆懈。同埋而家好開心啦，有好多嘅歌手朋友都問我要歌，咁我就一定要努力寫多啲歌。咁就嚟緊三月就開 show， 一定要再加油啊 ！Yes。期待 thank you. 期待你哋嚟緊嘅發展同埋作品。多謝大家嘅支持 ，thank you。有冇話跟住即係嚟年有啲咩目標？哇，好多啊！繼續留意啦。真係有好多計劃進行中啦，已經。咁所以亦都好期待可以快啲同大家推出啦我嘅作品啦，同大家分享啦。呢個係我諗作為一個歌手自己最開心嘅一樣嘢，就係可以好投入去做一樣嘢，然後同大家分享啦。So yeah， 繼續加油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 guys.